天得加工多少斤肉啊？2000多斤。里边含肥肉量非常的低，里头好的肉直接放到这个灌肠机上。师傅，你一个人一天能灌多少？2000多公斤吧。这个肉出来的时候特别的顺滑。好的腊肠，再把它分成这样一段一段的。师傅，这一段有多长？好的香肠还要给扎一扎，上这扎一扎是干什么？放气啊！灌好的香肠现在送入熏房，这么一架就是300斤。师傅，这香肠要熏多久啊？今天、明天。哦，都严格规定。香肠烧红喽！这个香肠熏了2天2夜的。哦，现在能有几成熟啊？6-7成。这一斤熏完了还能有多少？这个你看，现在刚刚的，只有6秒啊。这边是把香肠拉过来准备打包，这里全部都是这个琳琅满目的香肠，香肠那个多余的肠衣给剪掉。这边都是已经全部包装好的香肠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香肠肥瘦相间，你看晶莹剔透。哇，这个烟熏味和这个肉香味实在是太足了，可以吃到一股明显的那个花椒的香味儿，啾啾的，香香的，整体是瘦肉偏多，肥肉很少。